同学，我们现在把这个0.352哈，这个五二循环哈，你要把这个循环小数化为有理数哦，也就是分数哦。那它的代数方法是这样子来做哦，就是你令这个 x 哦，让它等于这个0.352循环哈。那但是因为这个循环的部分只有52哈，没有包括这个3哈，所以我们在等号两边呢，同时乘上10哦。然后把这个小数点呢移到3的后面齁、哦。所以乘上10以后呢，它就变成 3.52 循环齁、哦、循环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52呢循环的部分把它消掉齁、哦。那么我们就再观察原来这个式子齁、哦。所谓这个52循环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52呢写出来，然后后面呢又是52552齁、哦、一直循环下去嘛齁、哦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循环的部分呢往后面挪动一格齁、哦。好，挪动一个循环齁、哦。好，所以它就变成 0.35252 齁、哦。那你把这个式子呢把它叫做第一式齁、哦。我们在这个第一式左右两边呢，你给它同时齁、哦、乘上1000齁、哦。把第一式齁、哦、同时乘上1000齁、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小数点呢就跑到这个2后面去了齁、哦、352的这个2后面去了、哦。因此呢上面这个式子齁、哦哦、你给它乘1000以后，它就变成 352.52 齁、哦。好、哦、,.52 齁、哦。好、哦、那这个是把第一式齁、哦、给它乘上1000齁、哦。好、哦、得到这个式子齁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叫第二式齁、哦、把这个叫第三式齁、哦。好，那第二式、第三式哦，我们现在用第三式减掉第二式哈、哦，好，第三式减掉第二式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1000减掉100哈、哦，就跑出来990了哈、哦，好，跑出来990x 了哈、哦。那等号右边哈、哦，这个0.52循环的部分消掉了嘛哈、哦，那352你给它减掉3哈、哦，它就变成多少啊？349了哈、哦，好，349哈、哦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再把这个990齁、哦、移向到这个等号的右边去齁、哦、我们就得到呢这边变990分之349齁、哦、好、哦、990分之349齁、哦、那通常这边呢数字很大齁、哦、我们就不把它约分了齁、哦、那如果你要约分也可以的齁、哦、但是要找到公因数嘛齁、哦、好、哦、所以通常呢我们看到说呢，如果这边空一格齁、哦、没有循环到的话呢，它就是990齁，可能你以前也背过这个规则齁。不过这边这个代数的方法呢，可以让同学了解一下它为什么是990齁。好，为什么弄成分数以后它会变成990齁，而不是999齁。好，同学要记得这个齁。那主要因为就是这边乘上10嘛齁，那这边是乘上1000的关系齁。好，所以产生出这个990出来齁。好，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题目齁。